免去次烦冗之病，而遗文所示，反借以获传，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。又欧史指述天司直方二考，而诸制俱阙，反礼乐直官之制度，选举刑法之严格，上呈堂典，下开讼制者，一概无真，亦不及。薛史诸制为有弊于文献，盖二书繁简，各有体裁，学识兼资，难于偏废。习修与宋其所传新唐书是曾文审，足以扩留赏旧书，而续书养和皇上表彰，惊人的列于正史。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，而事迹较备，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？仅考次旧文，离为《梁书》24卷，《唐书》50卷，《晋书》24卷，《汉书》11卷，《周书》22卷，是习列传二卷，建伟列传三卷，外国列传二卷，至12卷，共150卷，别为目录二卷，而搜罗排纂之意，则这于凡例俱列如左。乾隆40年7月公校上师收复三